我是版权经纪人谭光磊。对我来说，版权代理不只是把世界各地的好书带给我们的读者，更是把我们的好书带给世界。版权经济就像是个侦探，去全世界找好书。当你看了一本好书的时候，你会想这本书也由谁来出版最好？那你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。谭光磊走遍全世界，将台湾小说复眼人卖到全球。他一直记得我跟他讲过一本，好像这种什么生态奇幻小说，他也不记得他到底是日本人写的还是台湾人写的，但他对这个书一直有印象。那他就说，根据他的经验，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他念念不忘，那表示他应该要签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了解版权交易背后的故事，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